迎收看 Web TV 王国大明星。大家好，我是 Bill 王宏恩，我是罗玉，欢迎我们的香港天后王祖安。Hello, 大家好。怎么样？不行，我不满意。怎么了？什么叫做香港天后？他怎么可能只是香港天后？哦，好，那你来。是我们的华语全方位全能天后王祖安。不管是我的主持人，他比较龟毛哇！今天我们特别为了你哦，我们平常呢同框是不穿同一系列的服装，为了你，我们难得穿同一件皮衣。我也为了你们录肩膀啊！好不好？太好了，只露一个不够吧？我觉得今天看到你真的本人，我有一种非常亲切的感觉。不一样，我自己是一个双子座，双子座的人其实都很多面，而且呢，其实跟不太熟的人跟环境会首先就观察一阵子。最近这几年我觉得自己的想法就变得重要了，我比较在意自己哦，想做什么音乐，所以是慢慢的长大，慢慢的改变，然后慢慢让大家真的是认识到真实的我。我还没有送我的专辑给你们，趁等红灯的时间，红灯的时间，哇，所以大家可以拿上手。哎，质感非常好。我其实已经看过了，因为你在这里面藏了一张你写给自己刚出道的那时候的自己的一封信。对呀、啊，我光听到专辑名称，就知道这概念一定很棒。答案之书。其实《答案之书》这首歌没有说答案的，因为人生里面我们追求的以为是答案，但是慢慢走过来，慢慢一步一步的长大，我们发觉其实有很多东西没有错对，也没有这个实际的答案，因为大家追求的不一样嘛。以前可能常常会觉得自己是不是已经长大，觉得自己够能力去面对很多事情、问题、难关，但是呢，你再过几年看回来，你就觉得那时候才是 baby， 很幼稚，还不够成熟。长大了吗？世界不完美吧？拥挤的城市里寻找自己的味道。长大了吗？有没有更复杂？累了时候问自己。原来真正的长大是把好的跟坏的都写下。答案之书里面真的太多好歌了，我觉得特别有一首歌叫牙牙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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且呢，我觉得今天我们不仅要你边唱，我们要做一个挑战，就你就唱牙牙牙这样，你边唱边按，我要你按30下。牙牙牙牙的那么凶，满腔高手一样冲。面对真实的阵容，上天都在也想不懂，一路情是最后胜利不只有一种，还为观众另外一种憔悴般优柔。哇，停了，太夸张。小时候比如就告诉我们就要做一个 champion， 要冠军。对，可是你刚刚那首呀呀呀，对，好像有特殊的意涵。对，因为有时候我们为什么想拿到第一，是因为你想证明自己的价值。 对， 对，发觉就是无论是第一、第二、第三、第四都是一个名次而已，对自己负责任，你比昨天的自己进步了，这个已经足够。那你自己比赛，从以前参加歌唱比赛一路到现在，你觉得你算是顺利的吗？还是也是因经历无数的挑战？我觉得剧情呢就好像上天已经写好一样，他会定时给你一些挑战，不顺利的东西千万不要放在心上，因为是一个过程。而且呢，过程走完你回头看都会成为我的骄傲。哇，喜欢玩一些梗。你知道什么是我的骄傲吗？他的一首广东歌代表作，以前非常有名的一首歌。对啊，但是我今天我要你唱，我非常经典，我不要用一般的方式来唱。See me fly, I'm proud to fly up high. 要 cue 哦。But I'm hanging at you by, 只要你勇敢。难过。Leave me lying by, I'm seeing in the sky. 暴怒，暴怒。但是什么因你唱？歇斯底里，歇斯底里。啊！没有恨，啊！不要说，不要说，柔情，柔情，柔情。幼稚，幼稚。
我觉得太可以了，这个很可以，难不倒啊！他完全我不想重看这一条片。哇！回到专辑《答案之书》，听说里面有一首歌，本来没有收进来的，可是竟然在一个最刚好的时间点，就刚好就收进来了。刚好就是刚好。贾丽怡就是刚好对的作曲人，他是我的邻居。15年前对帮我写了一首歌叫做《鼓噪》，然后呢我们没有联系，但是呢突然之间我们成为邻居，然后有一天我们在电梯里面重逢，然后他跟我打招呼，然后我说你还有没有写歌啊，他说已经没有了，后来我跟他说你写了，因为我觉得能够写歌这个才华对就是每个人都拥有，对，没错没错。然后我不知道是不是有鼓励到他，然后我在生日期间，他就把一首自己写好的歌放进我的信箱。那你一听当下的感觉是什么？就是这首歌，很温暖，很简单，但是很温暖。有发生的一切都刚好，这一个我知道，时间。重拾梦想是多么美好。刚刚有聊到关于贾丽怡被你鼓励写刚好这首歌，对啊，其实我觉得今天如果没有唱这首独照好像也说不过去，就算苦涩了也流个流泪，爱总会熄灭，哇！耶！我去过那边啊，你住哪里？楼上。做那个象形。那既然讲到这样呢，象形呢有一个关键人一定要讲，跟你我都有关系。陈冠泉哦，他帮你写了一首歌，《明天爱谁》。不如我们就唱一下《明天爱谁》啊？可以啊。可以吗？明天我还爱谁？我自由地飞，一场雨像万磨的泪，最后由我和谁学会爱的完美。Yeah, 哇，好听，好听，哦、好好听哦！谢谢，真的，一首好老的歌，我想唱这一首。你特别点了一首歌 ，Darling， 怎么会这么想这首歌？这首歌我觉得每一次唱，就觉得好，怎么说，女孩子的那种温柔啊，就在这首歌里面都散发出来了。每当你叫我 Darling， 我就必须相信。说的花言巧语，诙谐的温柔陷阱。不容易，不容易。他感觉听起来很简单，可是你要唱到有感情，要触动人心不容易。对，但是应该有万千的歌迷已经被你触动了。我觉得今天来好开心了。开心。我们唱一首张惠妹。张惠妹，好，来一首。哇，来一首。天后直接加码。直接脱，是动擦干泪，看以后找个新方向往前走。世界辽阔。
时间辽阔，我总会实现一个梦。Go！ 耶！我敢说，这绝对是你在所有通告里面，我跟你讲，音乐性最棒的一集。我就是这么想。我跟你讲，你下次世界巡回演唱的第一站，麻烦请我们俩当你的合音，拜托了。没有办法当，可以，我是嘉宾的。这也没有关系，如果没有当合音，我们当司机也可以， okay. 好不好？节目最后呢，我们要为粉丝谋福利。对 ，Joey 呢有准备三张他的专辑的海报。好，我最新的专辑叫什么名字？太简单了。如果可以的话，在这个影片下面留言分享这个影片，我们抽出三位幸运的朋友， yeah. 网络大明星 Love 也可以同步看见。Yes. 我们下次见，拜拜。Yeah. 我们欢迎贝壳鱼古浪。